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好多那个便秘的网友，或是家里有便秘的这个网友呢，哈，都私信我说：“恩娜姨啊，就咱们这个菊粉3桶119.9的这个活动价，什么时候有啊？哎呀，从3月中旬到现在，这样的私信就不断。哎呀，今天正式跟大家说啊，这活动价从今天开始啊，3桶119.9。你要是平时单买呢，64.9，我觉得。”还大家等这个活动价还是有必要的哈。这么多便秘的网友给我私信，哎，要这个活动价，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哈，我们这些便秘的网友，他们喝着这个菊粉真的是有效果。我也希望咱们这些便秘的网友，你们现在喝菊粉效果喝得这么好，能把你们就是喝菊粉的感受，哎，喝了多长时间才见效的，在我的评论区下面哈留言啊。让更多的有便秘的网友知道哈，就是我们各种情况下，哎，有的喝了1个月，有的喝了2个月，有的喝了2个多月才刚见效的，还有喝几天就见效的。不管是哪个情况，您都把您的情况呢，咱在评论区留个言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便秘的网友知道哈，我们有多少人哎喝了这个菊粉真的见效了。把困扰自己的这个便秘这件事儿呢，哈，给解决了，让更多的网友受益。还是那句话，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最初是我自己喝了这个菊粉，改善了自己的便秘。哎，一分享呢，哈，哎，获得了一小部分人的就是信任，他们喝着菊粉见效了以后呢，就是在评论区里告诉大家，哎，我喝多长时间见效了。又让很多哈，对这个菊粉不了解的网友呢，哎，有决心的自己尝尝这菊粉管用不管用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点，现在咱们喝菊粉的人越来越多。今天呢，我就简短的一个视频，就是通知咱们便秘的网友啊，可以下单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的亲戚朋友有便秘的。因为我的分享啊，受益人太多了，他们都是啊，就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现在都了解了这个菊粉。希望那些哈有便秘但是一直观望的网友，你们下一单试一试啊，不试怎么知道对于自己有效没有效呢？那到现在为止吧，我觉得只要是你坚持喝，像我说的，不能半途而废，最后都是能够有改善的。但是你说我喝几次，喝1个月我不见效，我就不喝了，那不是说没有效，是你没有坚持。好了，大家抓紧去下单吧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